自报家门。我们有没有问题？刚才你提到的，我是香港电台的记者，我想请问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在医院里面重伤有13个人，然后有个别的伤员人员为重，请问就是那个个别的个案有多少，然后他们的情况可以再详细去说一下吗？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判断的，初步大概有3到4名的情况还是比较重。那么对今后的情况来看呢，我们现在还很难评估。那么从目前来讲，我们正在积极治疗当中。等一下呢，两家医院的专家呢，可能会分别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。好，这里有没有？